哇，有西瓜喎喂！西瓜，買個西瓜咯。要唔要食啊？食唔食啊？冻嘅就食。冻啊，冻啊，冻啊，攞，攞出嚟。冻得啦。我感觉我的脑袋都好像要快熟。喂，自己攞啊喂！丝瓜熟冻，这个瓜很清爽。我感觉瓜好甜，可能有点过分。我吃完这个之后，觉得这个没什么味道。走走走走走，继续，来走山。饮啖水先啦，喂，饮啖水先。先减重。同你先食啊，突然间上去呕翻出嚟，好好蚀底喎。慢慢磨啊。只要自己不爆掉，就不会有太大问题。反正慢慢磨。中间抖，前后都不抖。中间大概两公里左右的位置，有一段几百米很陡。你跟我说这个不陡，这百分之十几了，你还跟我说不陡？它平均就10%，你现在10%几，后面不就不陡了吗？先听大表哥吹一下。大表哥，你能不能老实一点？我已经很老实了。哇，好热啊！看到了，哇，顺风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顺风给我推一波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！我看到，看到前面那条大直路就到了。我怎么感觉我现在在走平路啊？刚刚爬完那个30几度，这种像平路一样。呜！哇，这里风景。还是可以的哦。哇，这风景太爽了！五桂山。上来了。没了。大叔今天掉了2分多钟了。哎呦，莫林，这么快？莫林到了。南哥，你是我男神。四五四，好不好骑？闪电好迟到出。一点风都没有。又是痛苦面具，拍下来。走吧，走吧。走啦，准备啦，准备啦，准备啦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
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有胎。买，你有没有胎啊？老先生，小心小，老先生，老先生。那个波加叔爆胎了，前轮爆完，我的手指都要断了。你看我这个都已经定型了，我的。来摸一下，感受一下温度。我不要。要不然你来摸一下我的碘片。那气泵够不够气啊？啊？他这个跳台棒有点难，我那个有啊，要不要用我的？要不要用我的 ？OK， 我那个跳台棒，他们说是最好用的一个，是吗？你要买那种平的，最好用的。平的，对。顶多我是打野，先打一点点。准备走了。你还想在这里干嘛？再爬一次。我等你啊。再爬一次。你再爬一次，我等你。我等你。我愿意等你。再爬一次，我们都等你。